久违的您，包包里面到底有什么样见不得人的物品？出外怎么是在找街上的潮男潮女这样子？哎，我们现在看，就发现你们很潮，你们最新的流行元素哦。然后对，哇，好酷哦！那我可以研究一下你的包包。对啊，可以研究我包包，看一下里面什么。我跟你讲，好久不见玲玲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看我包包一定会吓到，是不是？里面还有299的东西？没有，我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我们老板有那个生日啊，有这个。干嘛？就是给我瘦，这次不是瘦瘦头吗？对啊，老板娘，贵庚啊？没有80几还是90？应该是阿寿，阿寿，对，好酷哦！我看你还有些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夸张，这个不好吧？你拿下一下好了，好吧？为什么你会带这个？惊奇的那个，没办法，我跟你讲，身体啊要注重。你也带太多了吧？对啊，你带那天的东西就好了。上现在上班啊，正就是那个都有正常饮食啊，所以吃了维他命比较好。那有分嗎？哇塞，好夸张哦！都有分啊，里面都有，就是早中晚啊，还有那个睡前都有吃。酷哎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，哎，太就感觉是身体很不好的人才用得到的东西。哇，你不会是没有啊？就是夜生活，你知道的。我没有。然后我要跑去跳舞之类的，这样。说跳什么？哇，好酷哦！好神奇！我看的这个还是这么大一个，而且不是这样带很重吗？瑶瑶啊，先不要问这么多，哎，赶快继续突袭下去，等等会有更多不可思议的和你不懂的事情等着你。嗨，你好。嗨，哎，你讲话感觉好像周杰伦哦。等一下，他是那个，他是哪个？超欧的。今天真是众星云集。啊，好酷哦！那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是主要是在找潮人，我们的单元叫做是潮流。主要是因为潮流。对，我刚刚了解一下，就是潮男们的一些包包里的东西啊。千万不要！为什么？越是这样讲，我就越想知道。对，可以叫我们看看吗？拜托啦！还是你有什么腰链什么的吗？我今天没带腰链。代表他平常有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看你的包包有什么啦。拜托啦，看我们会不会进。乱。没关系，乱才代表潮流的代表。我看看啊。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个好可爱。这是我们超好那时候的一个专辑，就是附赠的东西，可爱耶，这不会是你吧？是我。哇，酷啊，有可爱到，我来研究一下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自我选择不能。我看看，看他超我平常赚的多不多，还是很少吧。好了，看看还有些什么。还有什么？我看看哦。耳机了。哦，真的。很多东西很少。红笔一直不知道为什么，签名用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有点丢脸。对啊，这什么呢？钱包。哦，钱包。有很多钱吗？没有啦，没多少。好啦，好吧，你还蛮乖巧的嘛。那你知道我们是什么节目吗？啊，黑社会吗？哦，好险！我还怕刚才讲那么久，他还真以为我们是潮流100的，吓死我！好啦，谢谢你啦，谢谢，拜拜。加油加油！哇，这怎么这么多明星出现的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明星就是会吸引明星。对，有没有？你的意思应该是植物一类举吧？但你不是星星吗？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很多星星啊，怎么都没看到呢？来到了一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一对情侣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必须突击他，因为他的脸色非常的酷炫，所以我们现在要 go。在哪？在哪？你不讲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的登对，然后男生也非常帅，女生也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来突击一下你们的包包，因为我们这一集是要做潮流，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好漂亮，就是好漂亮跟好帅哦。对，我们想知道就是像你那么潮流的人，包包里面都是放什么？可以放我们前面一点好不好 ？OK 吗？可不可以涂一下你们的包包？那我也看一下你的包包吗？包包吗？那。这位型男今天没有带包包，所以双兔马上转移目标，突袭他女友的包包。好干净哦！有什么？有暖暖吗？我觉得我工作人员一直在说啊，好冷，我快死。
实际上它最需要就是暖暖包，真的马上就有暖暖包可以用，真的。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手机吊饰，好，对，好啦，目前就是这样。但是最近天气很冷，大家出来的时候还是带个暖暖包比较好，暖暖包哦，小心被冻伤哦。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啦，最近天气多变化，在看黑社会的同时，别忘了多加件衣服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嗨，请问你是萧敬腾吗？乱取名。嗨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录一个节目，潮流一百，对，我们要介绍潮流的人，我觉得哎，还蛮潮流的，潮流，就是帅气潮流了，对。可以让我们，对啊，可以让我们研究研究你的包包吗？哎，你看，它有骷髅头哎，对，该不会还有腰子？不要紧，没有带腰子，腰链，那有背心吗？哦，背心没有，没关系，有骷髅头也好，但至少我们有一样。有有有有，很吵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东西。但除了这之外，我们还要研究研究你的包包是什么东西。它还有穿耳洞的，哇，这是。就是随身哦，也很潮哦，格子很流行。我看看有没有格子，没有什么，这里没有什么东西。哦，钱包啊，然后是稀有面纸，潮男也是要带稀有面纸哦，太漂亮。这不会是粉饼吧？啊啊啊！不错，很卫生。护手霜，好可爱哦，你好可爱哦。来来，看还要写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就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出现了，那是什么？为何会在潮男的包包里呢？侦探瑶瑶到底在潮男的包包里发现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特别东西啊？你看这个。这个就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出现了，那是什么？为何会在潮男的包包里呢？这个不要拍，啊不，不行，你要跟我们解释解释。这是那个哎，这有点夸张哎，为什么你要这个？佛经吗？佛经对啊。佛经，你是在念佛吗？没有，改日还是你平常念佛的习惯呢？超怪的啊，什么名胜经什么什么的，哇，你不会是平常亏心事做太多了吧？是不是啊？超酷，那你不会有带佛珠之类的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OK， 这还算正常。我跟你讲，潮男加佛珠，吓死人。还有吗？还有些什么？其他就比较潮男啊，法蜡啊，香水，香水。还有吗？还说没佛珠？哎呀，骗人！你以为你不戴在手上，我不就找不到吗？我跟你讲，潮男可是很虔诚的呢。虽然无法戴在手上，但是在他的心里，这串佛珠，可是来来戴一下。你看，我刚推荐你，你是找佛珠吗？在潮的当下，还是不忘信仰，拥有如此虔诚的心，相信神一定会保佑你的，每一次都可以。